有时候我们本来是全素而已，不小心里面有放东西也没有列出来，吃越多越身体越不好，精神越比较气动啊，然后生气，然后都大家都吵起来，你看啊，这样子呢，不是说素就哦也安静快乐，哎被骗了，被骗，有时候那个放动物成分在里面。 认为这样才好吃的，多卖去，骗人家了。有时候会放毒品在里面，他放毒品在什么那个肉里面，给人家上瘾了，为了多生意，好恐怖啊！所以我们这个时代真的要真正保护自己很困难，大家要多谨慎、多小心。OK 哈，还好政府台湾政府现在有什么法律了。 是蔬菜的那个产品都要列出来清楚，不过我也不晓得他们进煮多少啊。最好自己煮给自己吃就好了，根本也不需要什么那个素肉啊。素肉我们自己同性弄是 OK 啊，问问看是 OK 有没有什么那些什么洋葱什么那些成分了啊，那别的外面。 我不知道，我不能保证了啊。OK，因为要自己清静的，懂不懂？比方说偶尔吃一样没关系，不是煮那个给别人吃，偶尔一次啦，无所谓。而且不是打禅的时候，吃比较好，因为打禅的时候就不能吃那些，吃那些就静不下来，了解吗？念头会很乱。我告诉你啊，不是。 恐吓你啊！不是释迦牟尼佛讲，然后我持戒净土，不是戒律的关系，是自己的 ，OK， 保护自己的关系，真正的是否亲身体验了、啊、，OK， 不是说是佛为什么讲那样子这样子，你不相信试看看，自己关门起来打坐三四天，吃呢每天吃洋葱，我是吃一天呢、啊、也可以了。 吃很多那洋有那些洋葱的那，大蒜在里面的 ，OK， 我是自己煮放一些，刚好好吃的，也不一定很多，然后打坐看看三天，然后来报告，师傅这样对不对？嗯，不是说我吓坏你们干什么？我哪里叫你们就是像吓坏干什么呢？吃洋葱、大蒜不是杀生啊，我哪里这样严格？ 我是劝你们而已 ，OK， 还好，你看，所以释迦牟尼佛不讲又不行，如果他没有讲那些，我们怎么知道？奇怪，我是书呢，是全书的，一点点动物也没有呢，怎么这心情也吃不好，那情欲也放不下，不晓得是吗？所以我们还是感谢他了，感谢佛。 谢谢。